高志刚、陈金峰、彭正明差不多时期的人物，我们今天用小样本安打硕、全垒打硕、三振硕、打击率，以2006至2016的成绩来一窥这三人的成绩。其实这三人成绩都相当接近，唯一值得观察的是陈金峰生涯起伏比起两人来月末那么稳定，但是三振跟全垒打硕都是陈金峰绝位突出，几观众做参考。